两千零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号，今仔日是礼拜二哈。今仔整个台湾的天气，东北季风加着这个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全台湾各地拢有局部的这个做低阵雨。大台北的地区要注意山区啊，可能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十月十二号，那气温的方面，对北高南温度23度到29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了，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大家看新闻哈。来，首先咱来家看一个风台走向啦哈。咱查这个目前为止吼，伫咱台湾四可能登的海域有四粒风台啦。这四粒风台有人形吼，有这个桔梗、鳗鱼，即嘛来上尾咧，这个是天兔。天兔呢，伫今仔日的透早两点已经生成啊吼。听你讲即个有可能会威胁到咱台湾，会对台湾入来啦吼。当然即嘛拢去讲了伤早的啦。就爱高价吼，过两三工后啊，再过来吼做一个比较吼较精准的讲法。今年第25号，这个风台叫做天兔啦，已经伫今仔日透早两点来成型。会当讲第一次呢，拍破了11月呢，竟然还佫有四粒风台记录啦。这个天兔伫今仔日8点的中心位置，就是伫北纬13.5度，东经133.6度，以着每一点钟28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来前进。对着遮粉丝专业的有来分享着天兔上新的动态未来路线，分两条啦。但是嘛，大家去观察一两天啊，拜五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气象粉丝专业台湾风台论坛的天气特辑，普遍上咧讲气象署上新的预测的路线，未来48点钟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以线顶东北时来到鲁宋岛，菲律宾的鲁宋岛，拜五进入巴士海峡，正拄好带好步着太平洋这个高气压渐渐东退。减弱，这个时阵的天兔呢，速度放慢，开始转向。台湾风台论坛天气特辑指出咧，讲太平洋高压减弱的幅度，决定天兔要北转的时间甲位置。那这个高压减弱了紧呢，这个天兔北转得紧，沿着咱台湾的南部海域啦吼北上。暴风口啊，吼，会来速过着这个台湾的东部、南部、屏东啊，那高压吼减弱慢的天兔，就会直接弄对台湾入来，这影响会较大啦，吼。但是什么货，拢爱等个拜四口啊，才会清澈明了哦。这咱甲咱简单来甲恁报一个报告啦。有缺啦，有缺啦，有缺啦，吼。对啦，不要不要啦，那个变安那，唔知影吼。是啊，我那注意啦，不哩个，今仔日在台南市来讲，就拢30-30雨安尼啦。落几工诶？落几工诶，拢30-30雨啦。我这落雨上届起咯。嗯嗯。晴雨伊也唔是啊，唔晴雨伊也唔是啊，迄个对啦吼。嗯。后尾落雨哈。好啦，注意，不哩个山区呢咧讲哦吼，山区的部分啦吼。嗯。咱平地是小雨，但是山区。有可能有大雨，甚至会出现豪雨的状况了，对啦吼。所以山区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咧吼。好来，感谢啊，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哈。来，另外咱们那个讲一个瓜分天吼，咱真久要讲到伊的工课啊。恁今仔日要讲的不是伊的贪污啦。嗯。今仔日气候这个曲美凤吼，甲朋友讲甲性骚扰啦。但是我就底下咧想拢无呢吼，迄当时拢无讲，拖到即马下咧讲，做者迄个性骚扰就是拢安尼嘛吼。嗯。伊即马当调查吼，已经有可能就是被判罪，佮兼判重罪，未来吼要从刑已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取美凤吼，就甲讲即个了。嗯。当然甲讲即个了吼。咱那个听过嘛？因为伊内底吼，迄东西当那个当那个消磨的时阵就对啦。诶，隔工哥有甲曲美凤讲，讲有一挂官庙做，嗯，吼官庙做。
啊，当然许美凤伊以前嘛捌做过官，文化局长，啊嘛捌做过这个台北市议员嘛。啊，恁知影政治人物吼，你有拍算要伫这个政治，伫这个舞台上继续吼活跃吼，继续吼生存活落去，就是爱靠做官嘛，做民意代表嘛。啊，当然，你当时国民提供这个条件，可以未歹啊，真好啊。啊，只不过是拢无实行啊。嗯。啊，来到即马，有可能我是许美凤的话，我嘛是唔蛮讲伊是不是当选掉总统。嗯。啊，会当好我吼做一个官的，做一个官官的有诶无诶。啊，结果伊选无掉，啊，选无掉好啊。你做一个官当当主席嘛，做有代情啊。结果刷卡的这个案件，一入去就是两个话位啊。嗯。啊，这个崩了是安怎？因为拖来到这崩，我就歹搁做解说。但是大家听众朋友听咱那里讲的时候，知我的意思用伊去对答啦吼。啊，你讲迄个性骚扰，你就是唔对嘛？那有熟悉的话嘛吼？对对对。听你讲讲宣明志因后生，刚我那伫边啊？对啦。啊，我那出来咧甲做证。对啦。啊，这嘛是郭文铁因为要压掉的嘛？对。啊，所以咱无法度听到郭文铁这边解说。无法度人对峙啦吼。来，你讲广东的东主席啦，郭文铁牵涉着惊花城的弊案呢，啊，遭受着吼啊，互人裁定啊，禁见收啊，到甲今仔日，啊，伫今仔日煞去向甲爆料呢，有争议的事件呢，就是《伊周刊》呐，啊，反正讲唔对吼，《晋周刊》呐，这个《晋周刊》吼接到爆料，讲郭文铁伫总统大选伫咧备战的期间呐。曾经吼对着吼，迄当时啊无，伫总统大选的时阵啦吼，曾经对着迄当时想尽一切诶困难，就是要吼促成拿被夹走啦。而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就是曲美凤，甲爆料讲伊对伊性骚扰，因为这个曲美凤去接受着《镜周刊》诶专访的时阵，伊有来正式讲出着这件代志，郭文铁讲伫一处的内部会议当中啦。阿公用手指头啊吼，摸到伊的手骨啦，就是对手骨头吼手腕迄个所在啦。啊，伊伫摸摸摸摸吼，安尼上下呢来回摸来摸去吼。伊迄搭是无穿衫的啦，吼更是穿短裤的啦，吼讲安尼个摸啦，啊去甲学了讲，哇，你皮肤真好呢。啊，事后佫传简讯吼，甲骚扰，佫甲讲安那呢，讲吼人吼唔好生了伤巧啦，啊唔好吼生了伤水啦，啊嘛唔好伤少年啦。啊，隔天郭文铁又去传简讯给伊，讲吼啊，要请曲美凤做国安会的秘书长，安尼也会惊死人。做总统，你做国安会秘书长，那是偌大呢？这个，这个曲美凤伊未来佫再转来到台湾，要来行政地的时候，伊是家己倒一栋，加别人去栋。就是即个做工作党，我感觉我无办法。伊阵就是工作党的发言人啦，啊，白龙拢徛伫边啊就对啦。啊，白龙徛伫边啊时阵，曲美凤咧讲话时，白龙的手放伫倒位，放伫曲美凤的肩胛头顶面啦。啊，是当作小李子这种回来的，无无无，伊是对阿伯安尼回来。我是个满嘞，安尼就对啦。肯定是满嘞，对。哦，曲美凤讲，其实啊，那你就感觉成熟了。其实咱讲实在，白龙迄种的心态就对啦。我感觉就是要讲消磨啊。这里消磨啊，系啊。但是伊有课小公园，啊，我就是一个有会所的人啊。我但是曲美凤伊年岁虽然唔像我少年啦，但是伊含白龙比啊，伊感觉讲啊，我就是家一个查某囡仔伊安尼，咁满的安尼吼，未输。刚才想讲，阿都长辈咧个事实安尼，但是咱个事实，迄拢看出出来，看出来。咱一般正常的来讲，阿先，咱拄只底下点点够讲吼，你讲消磨煞，过两工讲一寡有诶无了，后有可能人咧甲讲，你这个行为安尼唔对哦，阿先怎样啊？伊讲要紧讲，阿无我一个国安会啊副秘书长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啦，好意思。咁是唔是用利益咧贪人嘅嘴讲？我迄当时都汽车啊，都甲你帮咪消磨咧，都冻未冻未掉啊！啊，但是事后阵，我有利益，好利好利，取美凤，感觉讲，啊，真正伊若当选总统咧，话我过一个官人做咧，啊，我何必去甲讲咧？讲咧是要创啥？啊，我唔是暗捌暗捌交过男朋友啦。你若讲我两捌交交过男朋友，讲何查甫搞对谈，我请你阿讲啊！伊嘛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很能干的人。系啦，啊，甲公安咧了后的时阵呐，即个伫二零二二年一十月七号去郭文铁甲曲美凤的一道会议当中呐，迄道是安那三星发生的呢？
讲郭文婷突然间伫会议进行一半了，完全无武警单手伸出来，伸倒手啦。啊，单吼对这个啥？对这个曲美凤的手吼，安尼个扭嘞，就对啦，应该是扭伊的正手还是安那？啊，嗯，伊家己的方向，就甲扭来啊，就对啦啦。啊，接下来是伊单用伊的正手的手镜头啊。对曲美凤的这个啊手了对啦，就是对咱多咧讲讲锁腕手骨头呀，一直甲嘣嘣嘣嘣去搞迄个手脚迄个吊起个肋骨迄个所在啦吼，迄个所在唔知咩，我讲来回底下那个刷呢啦，啊但是呢，佮动作边啊拢无人，哇你皮肤足水呢，哦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就对啦啦，好一东西曲美凤灰去呢，伊讲曲美凤心花头底下咧想讲靠腰。啊！恁做嘛少年的时阵，就拢做做严肃的工作啊，做记者呢，做过文化局长议员呢，无人我的身份地位，我的职务，无人敢对我呢咪高尚呢。啊！你可能敢大搞啊呢，我大火气啊呢啦。啊！但是咱拄只有讲啊，就对啊啦吼。过两天、一天、两天，拢一直传简讯吼，到尾啊讲就是讲，我若当选总统的时阵，我副国安会副秘书长给你做嘛。但是曲美凤伊后壁又讲咯，讲一个人呐，今仔个个对安呢，我今仔有可能边啊，以前嘛有一大堆安呢，就对了。这个人哦，我跟你讲啊，唔是干那手头有钱就无钱去啦，啊唔是干那讲了这话高尚都话高尚，今麦去用平安呢的时阵，到底情形安怎，因为咱嘛唔知呀，可能爱挂问题本身出来讲。啊，曲美凤讲啊，那讲郭文婷有传，一直传简讯给伊嘛，可以传哦，我传简讯啊，到尾啊，他讲者个国安会副秘书长，曲美凤讲啊，简讯拢甲公开啊，甲公开了就加嘴边啊嘴啊嘛，对不对？啊，这个上生气的是什么人？上生气的是那个佩奇小猪猪啊，对不对？哦，陈佩奇，所以我就当时啊电视咧看，咁伊呢啊，啊，咩啊？错屁路咁未生气吗？错屁路这。壁炉诶，伊这底下做壁炉做遮久啊，敢有啥物关系？对我是唔知啊啦。我知影，因两个人是算亲密的战友嘛。对了。无论是呆呆，还是讲去到台北市政府，这段时间就是种很亲密的战友啊。哎，阿姨别受气嘛。我讲的受气，唔是讲。无，迄下面无关系对。我唔是咧影响啥物了对啊。我是咧讲错，譬如讲。啊，是安怎样？郭文婷，你伫我的心肝头都是正派的君子。忽然间，你做出这个代志，我原来做手机的呢。手机好了吼。啊，这个不是安尼尔呢，这个民寡党内底家己也出来，有人出来咧爆料了，对啦，寡党家己的人了，对。我原来有迄个向迄个寻找了。不是，伊讲其实郭文婷有一个随行的秘书，这个姓吴，叫做吴黄新香啊。哦，黄新香啊。黄新香。黄新香啊。黄新香，这个杂音啊，伊咧盘恁啥呢？盘恁就是这个做郭文婷的解语花啦。解语花。什么叫做解语花呢？解语花就是讲。这个足够听对方的心思，啊，足够加安慰，啊，而且会当安尼好一些了，才感觉人安尼较舒服。就是高山人咧讲讲这个逢混之劫，对啦，兼加解说，逢混之劫在，兼加解说迄个啥，伊的迄个，甲开宝，比如讲有无着一寡代志未了解，会开啦，你啦，你装作啊，一般咱就是交了一低级朋友嘛，啊，所以低级朋友开讲讲啊，什么出一低级朋友来办就甲恁讲啊，唔过伊是女性的啦，对啦，啊，这可能，这问题是这个陈佩琪也是壁路的啦，拢知影本来就安尼就无阿变的吼。啊！那总讲原本因这个陈佩琪想问这个安高义家真正打赛就未逃离呢，啊，这个物件要。徐伟峰捧这个料子已经做两公啊，即马过去哦，瓜党家己内底人家捧了，讲瓜文婷哦，伊个随行的秘书啦，拢含瓜文婷底下甚至拢私下就是讲，拢有讲，当然拢马紧哦，拢混组织，拢只要听底个计算，拢袂要紧啦吼。啊，但是问题拢计算的期间呢，即个了做上的这个黄新香个兼含这瓜文婷单独啊，去到北海湾过去看海。散步啊，那就对了。去看海，啊，这个问题就来啊。我话你，伊确实看海是含贵大名呢。什么？请你开门啊！今天什么？海誓山盟呀呀呀！啊，明天什么？一股啊，啊，对对。
啊，这个这个代志啦，这个先隐没这些，更加两个。嗯，你有心事，你唔讲我听，你得去找一个别个查囡仔来讲我听。我对不对？总嘛，这是大问题，来得家己病的安尼啦。哦，啊，当然啦，伊这个叫做随行的秘书嘛。啊，随行的秘书是替你处理公务的呢，是免替你处理你的私人的代志呢，对不对？哦，就好大问题，到底卡咪？交情交到什么程度是单纯，干那叫解语花的这个感觉，解就是解水的解啦，嗯，啊语就是讲话迄个语啦，嗯，哦言语的语啦，啊花啦花，这个是每种花拢有背后的一个代表性，嗯，哦对不对？哎、啊，这卖花的生理人就做个差哲理哦，这个这类花其实你送我查囡仔，伊来等你查看嘛，你想要送我这类花，哦原来。就是会阿个背后温重的艺术性，阿个有了上规律的，哎，对对对，吼，纪律代表啥？这都拢生意人，啊，能力代表啥？法律代表啥？拢应该伫咧讲的啦。是是是，哈，哎呀，这个解语花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代志了？对吼，啊，是不是单博主哟？出来讲的人，伊是咧讲哦，讲这个秘书叫做黄新祥，是大选的期间单独甲挂问题。去到北海话跨海散步，是啊，我开讲讲心事啊，对。这个角色就已经他们咪讲啊，你讲黄文珠几好啦，好勉强啊，说但是你要看你某感受是安那，嗯，哦，看你某感受是安那。我来即摆我有一个真深的想法啦，嗯，我感觉讲一个民意代表公众人物吼，都是有理。就是迄、那个，咱来讲民意代表就好啊。我感觉要互一个民意代表，吼，死足简单嘞。嗯嗯，真正就是像这个什么人啊，像这个曲美凤安尼啊。嗯，曲美凤伊当时人讲吼，副秘书长要互你做的时，你拢点点。嗯，因为发生代志两公仔代志嘛。嗯，国安会副秘书长要互你做的时，你拢点点。嗯，但到即马瓜分条去用掠去啊。当然，伊总统选无掉就掉啊啦。其实，那伊无发生后边这贪污事件，取美方要何以安插一个快速简单啦、啊？嗯嗯嗯。哎、欸，我前天当过来有人开呢，啊，我清清猜猜，我第一个洞内面给你安插一个什么什么职务，敢无有啊？啊，但是问题即马我看看取美方一定讲应该是拢无啊，弄顺啦啦。嗯。伊煞讲啊，规个风要崩崩后面啦。嗯嗯。这个代志吼，这怎啊？官文条伊也无要控告嘛。嗯。我一般啊是讲是要提告啊，你后检察官想要甲你严压，会控告叫官文条嘛，选择无要控告啦，无要控告，所以继续压，压个再加压两个月了。我感觉官文条这个人，伊个严压两个月，离明年一月初几回来了后出来了吼，出来了后时阵。去用问到这件代志，我感觉伊的个性，伊的心灵，伊讲有啦有啦，讲一寡歹听的，啊，对吼，未来要用破武器啊，我个机关去调试，有啥物差别？啊，恁台湾咧判一寡当合并会嘛，啊，当二十当年，对啊，无差啦，哈，反正伊的心情，你做到伊的心灵嘛，不一定，无得个啦，哈，好啦，来，感谢啦，哈，这个光文杰小哥提来报一下，因为这有淡薄啊桃花色的，哎，桃花心，咱是伫遮要讲吼。民进党籍的这个啥民意代表啦，嗯、你若无娶某就算了啦，嗯嗯、有娶某的人就对啦。那、嗯、有查某囡仔要歪你吼，你爱多小心的啦。真正拢爱说伊对。我今仔日我若中国共匪啦，啊、是我中国国民党的话对，我要让猫咪人死就对。我叫个岁岁查某囡仔假无讲你的粉丝歪你安尼，啊要爱那唔爱有诶无诶，当当在在，两三个手甲你诱去，两三个手。两三个手还没发生什么关系，啊，发生什么关系了后，阵不是我爱着你呢？嗯，我哪去爱着你的时候，我会把你保护呢？嗯，我也是，就是要让你死的啦。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你要背上大位的时候，我特别让你死下啦。对啦，哦，那就是啊。陷阱一大堆啦，啊，看家己把持的好啊，别安尼尔。嗯，好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金光哥，阿良明，这个都等了哈，哎，感谢。你真够他叫我过去啊！我前几年啊起来呢。哇，那吼，家里食个酱食吼，我食八罐啦，食八罐啦。啊，你从这个过程吼，把咱前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吼，呀，讲起来好不？好好好。我马上讲，可能吼，人讲。个运未开啊啦，系啊，我都无去中医转着，我都有咧上班嘛，啊转着恁的迄个人多点嘛，吼，啊那听恁的广告，啊想，好啊，无都，
当时无人日啊，特别是在头壳咧疼啦，啊，就一身躯吼暗时，要倒肚肚，啊无就是头壳疼，啊目睭就睇袂清啊，啊一日啊像拢无精神安尼，我讲好啊，往来甲买来试看卖啊，算讲。抱一点啊，讲安尼安尼安尼好奇啊，懵懵气看嘛呀。好，试试看的心理啦，哈。系啦系啦。啊，食食的时阵吼，食第二罐的时阵吼，迄头壳吼，拢抓起来吼，拢对个头壳皮安尼，像安尼丢咖安尼。头啊，食到一罐的时阵吼，迄个用那疼啊，足严重呢。啊，哥有那用看一啖。啊，搁过来吼，都无啊啦。哦，这算好转。慢慢啊，改善安尼啦。好转的反应哈。对啦，算讲那你阿咧丢，啊，我着紧拳头骨，安尼对迄搭咧听的所在，甲乱的吼，啊，着目睭着清去啊。哟，啊，你这头壳蛋素严重嘞吼。我这较早着有那捌，算讲袂安那讲，歹势讲啦。安尼吼。系啊，我有受伤过啦。哇，算素严重了，对啊吼。呀，过程即马降息嘞。哈。降息嘞。即马哦，降。真久无去看健保啊！想讲那健保愈看愈凄惨。对啊，你一定爱减肥。食食迄项啊，迄项好得换。像我今仔食头发，明仔载得换胃。哦。啊，胃食食的，明仔载得搁换胃。对啊，你这就像咱那先个讲的，自律神经失调起来嘛。我听到我那样背啊你。你两个在讲的真心。好嘞哦，感谢。我得对你笑。好嘞哦，谢谢啊，还要来笑笑，套套笑笑，真好啦。啊，先个在讲的我那真趣味。对对对对，啊，你有都毛病无？有都有毛病无？算讲吼，我较早也有那把香呢，我香足济道。一到上严重的吼，香膏吼，阮姐姐吼，我真爱跪伫门床，也爬袂起哩啊！我孙老讲，哎呦阿姨，你太跪淡咩啊？我讲我都爬袂起哩啊！哦，啊，阵啊两个母仔囝甲我一边插一个啊！嗯嗯，啊，起码只有那腰有那有改善，有改善啦吼！哦，改善啦！因为孙公咱这是骨伤啊！是是是，头十。十七八当上的时阵，都捌闪着。哦，安尼吼。啊，豆豆闪吗？有，安尼种，比种一个习惯性去了，对啦。对啦，那是我迄个，都闪。是我无注意，就闪着啦。嘿嘿嘿。哦。所以那你走路上，拢唔敢乌白迄条。好，安尼吼。哦，啊，你即马食了啊，即马还是有较好啦。有较好。你讲吼，这烟吼，卡袂安尼酸干呢吼，就那记载袂掉呢啦。啊，酸干有酸干严重的时吼，酸干会使值班看。啊，这头工吼，算讲。无像因爸要讲，若请出来到底一定爱地大当的，无地大当的绝对赞美。哦，安尼吼，啊，即马会当甲你改善，安尼我目睭你都欢喜呢。现在以前吼，拢国安尼拢袂输咧食点心呢。好安尼吼。啊，迄愈食愈惨吗？对啦，啊，你袂都总是惯性有。啊，算讲咱较少年时阵吼，吼，那无遐道理。安尼吼。算讲。头壳很得痛到要死啊！伊个食食嘛，就随在变做行快。哦，对啊，无做佫袂使啦，对啦，吼。所以啊，人诶有诶人是无错，啊，咱这像讲食头路诶人无错。哦，对啊。要食呢，吼。无做都袂趁钱也袂使。再来，真感谢咱用指导来收听台湾人苦乐杯节目哈。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广告时间啦，今麦要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千产品了，对吼。迄人有人啥吼，爱注意神经啦，失调情的人吼，迄上痛苦啦。啊，这毋是大病呢，啊，毋是大病，都规个身躯，规个拢机能拢乱去啊。遐咧，安尼外科起错了，对啦。这种病无要紧，但是歹过日。排骨的东西啊，就是啊，头壳疼红啦，种啊，机灵啦，像种都也宽窄啦，拢乱去了，对啦。这是助理神经的失调症，不是一种白疼的，规身骨拢是规病了，对啦。安尼变怎？找医生歹找呢？有当时啊，暗时啊，你困在中间，我明仔透早要来红看内科，看头壳疼，哇！困到一半尔，半暝尔，佫活下啦，又佫咧酸啦啦，啊无就筋络佫慢掉咧啦，啊阿妈棍就佫咧按啦，啊就是连咪佫安尼啦，啊连咪佫安尼，连咪佫安尼，啊透早起来哇，唔知要找倒一科，这是真伤脑筋的代志，就对了。虽然这实在人个都是安尼，信山公司许多山啊，正好三病，再来搞的吼，伊讲久无去看健保啊，这就是身体爱保养有对。啊，来对，信山公司好，独家提供的吼，许多山加产品，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那咱即马是厝个别生产公司产品集团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集团的朋友哦。买集团的朋友，你会当拣平底锅一支，你要拣电风一台，拣毛毯一领。你要个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还是你要个金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项归关节。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呢，五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一罐以外，更况我那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哦。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当个金沙镜式的保鲜盒一组，你要个金白体也未新鲜的保温杯一支，金白刷碗器搁一条，你要金檀香的香水一盒，金黄墨汁的洗头毛巾一罐，黄墨汁的洗衫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拢总会用尽。啊，是你要个金吼啊，这个锅布啊，锅布沐浴露吼，这是啊，洗身躯的沐浴露吼，玫瑰花香味的一罐，这嘛拢会用尽。咱一道金一项归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台语民谣啦吼，台湾民谣吼，陈淑桦《月夜愁》。Thank you.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哈，转嗰边开的叫会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在下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来，继续，咱再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另外咱今仔日有看到一篇这个正含的社会新闻哈、这讲一个人安尼。用怪用片的片差不多吼，30亿啦，结果后手逼空了后，孙去用掠去，伊就开始逃亡啊，逃亡加去和这个啥，和这个被害者吼吹出来，甲掠起来，交予警察，结果安尼吼入去到迄个法院内底啦，检察官就讲哇，你这伤匪类啊，用片的片加30多亿。啊，结果吼、哦，啊，要来吼、哦，加迄个申请羁押禁见啦。法官讲啊，这卡下着个羁押禁见嘞，我清清采采20万块都好交保出。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了后，就将处吼人唔带走去对他羁押。这篇咱来个听。写30亿咩？你这条对啊，写来啥？蛮是3000万年，蛮是3000万年的啊，你吼。你讲伫桃园市啦，有一间专门啊，迄、那个。这应该是咧卖肉的啦，伊讲吼肉香啦，啊卖啥物肉咱唔知啦吼，是伫迄个菜店吼，地点咧卖猪肉是啥，伊并未写得真清楚。这个人叫做林宏温啦，涉嫌用着啊，迄、个白菜的龙虾叶吼，营业含木呢，讲3年内面安尼讲骗30亿啦，结果同我闹跑。300多名的受害者赶组成自救会吼，提出告诉，九月二日呢，去吼找出着一名姓林的查甫人，秘密对他赶甲抓起来送警察，桃园地检署啦，赶发出吼拘票吼，啊，要抓人就对啊啦吼，啊，迄、那个检察官询问了后，赶向着桃园啊，桃园地检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询问了后，单付20万块个交保出去啦。啊，检察官吼虽然啊控告成功，但是法院要阁叫人吼，叫这个啊林宏温吼回来吼出庭的时阵就对了，人已经无去啊，唔再走去秘伫底啊。何者吼受害者吼，大家都火气痛批，这个法官根本就是恐龙法官啦、桃园地检署针对着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开始吼发布了通缉令啊啦，警方调查姓林的查甫人是从事肉品的生意，3万多钱开始就对我白查啦啦，讲伊有工厂啦，讲伊吼哈，伫这个农业协会吼投资什么会，赌什么会，每个月吼有3%至8%吼，迄、那个真稳定的得利啦，啊，当吸引吼未少人吼。未少人吼、哦、啊，有咧做生意的人啊，包括吼、哦、客户就对啊啦，来甲投资啦。啊，近期原来和投资人吼、哦、一寡甜头啦吼、哦，算讲吼、哦、啊，和因食一粒甜嘢安尼。啊，然后佫再塞弄啦，讲诶，卖吼、哦、卖就对啊啦，卖投资了，投资较大条安尼啦。来谈啊，诶啦，来谈较济啦。结果未少人就开始吼大条的投资落啊啦，后几百万的啦，啊后人几千万的啦，甚至后人几亿的安尼啦。3年来，拐骗差不多30亿。根据了解，这名姓林的查甫人伫九月突然间就开始落跑啊，找无人啊啦。300多名的投资人，血本无归呢，大组成了自救会提告。其中就有人开始一直吹出着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走去秘密对答，同我家己也起来送警察。啊，这个检察官接受了去呢，嘛发出了吼啊，这个机票要掠人啦。啊，检察官吼啊，复审了第27号，向着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姓林的查甫人。法官裁定单20万块和交保，检察官单后手吼不服提出着控告，经过高等法院发回的精彩，
但是法院要个吼啊，突然这个人来吼啊，出庭的时阵，人已经唔再走去媒体对答，已经无去啊，就对啊啦。何家所有吼钱和怪气，加这群人啦，气一个骂，这个法官根本就是空量法官啦。哎呀，免赔啊啦。嗯，对不对？你来讲人走去啊，法官的追究责任。啊，对，咱台湾的法院就安尼，你法官故在去判，伊要走就走啊，要离开就离开，要来判啊，拢有法官在做决定的嘛。啊，他种被害人，佮家己去找人的。是，这真正。哦，啊，爱用有啥有啥物方法安尼？伊本身是咧卖吧，卖吧，嘿。啊，伊咧卖吧，可能是猪吧啦，有诶无？迄伊无啥都清楚咧，盲猜。啊，伊就是讲伊卖吧来讲吼。一寡吼，因为你卖肉一定有人去甲买肉嘛，啊买肉一定有迄个生理卡嘛，吼，啊是迄个安怎我咧唔知，爱着家己个生理有往来个人讲就对啦，讲啊我都伫龙溪会内底吼，有做几两行啦，啊我咧卖这啊我咧卖迄啊我咧卖这就对啦，啊我唔定卖这尔啦，啊伫即个龙溪会就对啦，大家听着讲哇，这龙溪溪会佫后卖甲这卖甲迄啊佫第二拢三百五百咧第二啊，每一个月拢安尼赚啦。啊，大家就讲，嗯，啊，我当机型拢甲你买吧，你就真稳定啊，吼、哦，买偌济就偌济，安尼也无定大事啦。啊，你呐，你搁兼卖吧，你甲我讲，你有伫农会、协会内面吼，有开工厂，有咧兼咧卖啥做啥，大家嘛相信啦，啊，就开始投资落去。啊，讲到这个投资的时候，咱讲真咧吼，真正有影。啊，头下你咧姚林阿咧报的这个人，伊是本身嘛是用农协会咧做暗号嘛，你记得吼？啊！伊但是伊这个骗阿姐，讲骗我啥？三亿块？无骗什么三亿块嘞？较假嘞！我讲我啥？三十亿嘞！要求困难，三十亿。啊！20万块拿好交保等你安尼啦。30亿。系啊。啊！这个今仔日的中大新闻有咧报了，对啦，高雄啊，来乌来啦。嗯。高雄乌来啦，乌来迄甚至时阵咧，甚至我那比较比较单纯淳朴一些，一个系嘛吼。啊！高雄乌来遮有一个喜欢啊啦。嘛是讲伊甲鱼花加色就对啦，哦甲鱼花加色，啊船啊那边来时阵吼，因为咱常用较俗的计小铁，啊铁铁了后，再个再先就做啥去就做啥对内面去赚迄个差价就对啦吼。安尼讲，甲每一个人讲，你只要投资10万块啦，每个月会当领10万啦，哦。到处十万，啊，每个月领10万块的利息钱，安尼就对啦，吼。啊，你若10%的啊，系啊，啊，你若到处十万，十个月就回本啦，啊，十万就那个低了，哦，大家就来听尔。打开始是一挂白白拢是伫咧即个做鱼市场内底人投资啦，即摆打开始拢一定会提寡钱可以嘛。拢伊就啊，但是现在钱就是你家己的钱嘛，对不对？就是恁这堆人，系啦，又人家提10万块啊，我个又人家讲我十个月都冇你10万，哎，10万我只好提你10万，对啊，提10万容易喺度好啦，吼，啊，即系即系免话久啦，都当未久啦，因为伊咧利息少管啊，是，啊，所以两年也就变啊啦，吼，啊，这个希望啊呢，即马讲人突然间怎消失去啦，我胖去了，对不对？找人安尼就对，啊，民众感觉安尼怪怪哦，大赶紧报警啦，吼。结果甲算算下就对吼，讲拢总有8人已经出面来报案啦，吼8人出面办，但是警方认为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啦。伊拢总啊，偌久的时间3年啦，3年来用这个10万会当领10万块利息钱的这个方法，拢总扣金偌济个，头下个币价就是最卡啊。最卡啊，伊嘛是3年啊，3年30亿啊。伊咧较好听啦，啊，这个较蛮舒服的。在在在在在可能叫诈骗期的经验都在上瘾安尼就对了，都上瘾安尼啦吼。啊，这人本身是伫这个做鱼会、鱼会高阳蚵仔料鱼港，真有名的这个了做啥？甚至讲迄个卖海产的档就对啦吼。啊，可能关系有那平常时有那卖卖啦，所以讲讲这一款一款大拢爱投资啊，那个叫亲戚朋友来安尼就对，我大好势啦，他全部拢无去吼。安尼嘛职业嘛个叫骗过手机啦吼。哎，对啊，这是发生伫高雄安尼就对啊，真正这个投资哦，听人比如来讲一个，你来甲听着迄利息钱无合理的就对啦，你差不多都免阁想啊。无啦，啊，这都中岛哥不是咧讲的嘛，啊、这种钱。
有糖的糖，我也去叫别人来糖，我家己来谈就好啊。我家己借钱来投资就好啊。我借恁出来投资要怎啊？你要做伙来投资，就是对股票啦，就是对股票市场入面嘛。啊，你嘛袂当地方落后，别相信股票嘛。你也是借钱，你得股市也去投资嘛。系啊。所以吼，即个了，这三年，这代志打定的时阵有无吼？警方啊统计吸金差不多伫咧6000万嗯嗯。啊来后壁了了，说说有人要来报案，即卖已经变成1亿啦。嗯嗯嗯。即卖已经去后咧压一亿去啊，迄就对啊，人家无去啊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阿玲你再个倒转来吼。嗯。头拄我咧讲到，即个了做咧骗人投资啦吼，啊拢会用迄种足悬的利息钱吼，啊来吸引人安尼吼。啊，这个物件嘛，不是发生第一届啊、嗯。结果讲啊，头啊，有人啊报的是30亿，啊，我报的这个高雄这个是3亿，吼、哦，我这真正，迄钱吸金吸袂着型的吼。是。啊，那啊，这个其中吼，这三亿的高雄这来讲有一口罩啦，去报亲戚，比如讲拢总6000多万落去下咧啦。啊，好年真正有影，啊，这拢未感觉奇怪嘛。嗯嗯。什么物件这好的投资，会当10万块，逐个月领1万？有啥物啊？这是开政府歌，像那个政府同样开啊。是哦，或者是讲那个去上海啊，老林测速照相，我直接要搬你啊。迄个物仔都谈掉啦吼，哎，好啦吼，这慢慢的爱注意，爱注意。无啦，咱用脚头想就好嘛。嗯，这种生意，我家己赚钱来投资，我家己谈就好，我不理他们种啦。啊，对啊，你是什么东西啦？你是真正我做亲的人，亲到讲我无。到你倒来谈的，这个生意，你按他生意嘛，怎讲？我家己借钱，我更加无钱，我就去甲你借钱来，我家己投资得，我叫你来表嘛。就是安尼，啊，好啦吼，啊，这天数无所不在，较注意着。来，时间的关系，啊，咱先哦，连播个电台，刚上插播，刚上好不了，直接倒上来，感谢。加上一包，安尼总共12包，干那收1500块，12包1500块哦，送到府上货到付款，2973-0409，2973-0409，感谢。Amy， 你回来上班哦，安尼今仔啥物歌？阮翁啊，恁翁先生玉下老吉天心哦。对啊，因为伊符合玉英利及天星津贴签约条件，买当无过度的赔款金额大限。哇，赞哦！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玉英利及天星津贴签约条件，会用的分别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玉英利及天星津贴哦。以上广告由罗淡波罗江保险局提供。哦，烧车有够呛的啦！哎，要不要来根烟啊？哦，不，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吼、哦、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呐、啊，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啊。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三，我最近和简讯诈骗，想要问看卖敢有明白会使谈得来？一，诶、欸，一，政府专属简讯平台正式启用了，只要信息号码是一，才是政府的官方简讯，唔免找三爷来报明白，001111就会当远离诈骗，家你的钱收好掉。001111三码，其他社分简讯甲连接拢卖点吼。是哩，001111，干那一间无第二间哦。诈骗简讯无底味。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哎呦，妹妹，你的嘴唇哪会生白刺手？哎呦，人家当年牛奶袂记得吃嘴啊啦！你敢知影咱林妹是啥物牛奶无？当然是国产的牛奶啊，因为你讲国产牛奶营养介实在。无唔对，而且在地生产的牛奶鲜个好啉。来，给恁看，补充钙质和骨骼、喙齿健康发育哦。阿你妈妈，你爱减敏化，把牛奶留给人哦。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我们是伫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早。
地。是欢庆，事实总是苦心，袂当期待过日完全无心。是真的快乐人，上真的快乐人。才体会出什么叫做绝望，大声叫金袂用，叫地袂用，有沉情海中无奈心情，大声叫金袂用，叫地袂用，车伴路路打无心难行，大声叫天不应，叫地不应，有阵情海中无奈心情，大声叫天不应，叫地不应，车伴路路打无心难行。听众朋友，白沙湾起歌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就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吼啊，又个啊，这个登来节目的现场啦。赶快，咱节目吼一开始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就是咱家人陈太太来点播蒋天君演唱《老母》。手来请行，巴肚那枵，索你来吃，爱困爱你卡吃，骗阮酸，叫阮学爸，甲阮牵手行，甲阮当作宝贝心肝，疼阮那性命。阿经的伴，甘苦白听，予阮一生看，辛苦自己担，分开吞声，付出拢为着听。老老的妈妈，勤俭多生活，一生为子，辛苦拖磨，艰苦放我管，扫出声，听阮心肝，白听不通断，阿门关闭，卡手的拖。是你拢替换，卡车票永久无情，卡贵又酸痛，一生吃惊大，
心话在乡，风台低叹好命。上的妈妈，少年的形影，你的言语，你的笑声，如今梦中听。祖庙爱温中如山，感动的心肝。一句感谢，亲情的歌。为你笑袂散，苦的我做人断情，不通做歹听，铭记在心肝，亲爱妈妈，我敬爱的妈妈。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下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有专人来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啊。来接下来面来个看这篇吼，是大家应该无去注意到的一篇新闻。啊，这发生伫几啊工程，南非的政府啦。啊，听你讲讲，这不是第一件呢。嗯嗯。伫几啊工程，南非的政府突然间对咱台湾来吼提出一个，这照你讲是警告，啊是安怎样？我唔知道。啊，当然这是中国的外力介入。叫咱吼驻伫南非的首都的代表处啦。嗯。伫十月底进前，随甲我搬厝搬刷位啦。就是简单讲，就是秘书跟咱讲，那依咱台湾吼，台北是首都。啊，迄南非的代表处来吼驻守伫这个台北。啊，咱台湾政府要求南非的代表处爱对台北市刷去到吼，譬如讲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还是刷去嘉义、屏东有的无安尼就对啦。啊，当然这种的做法对咱来讲会造成真大的不方便啦。结果咱台湾就一直游说啊，一直吼啊用力去下面争了对啊争取啊，但是南非的政府袂认就是袂认。嗯，讲你随时伫十月底爱将伫台湾驻南非首都的代表处事务所有诶无诶吼，刷离开吼首都。啊，但是经过无偌久了后诶时阵，诶、欸，忽然间解释讲无要紧啊，无要紧啊，免刷啦。嗯，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咱有本事啊。嗯，简单讲了，就是讲吼啊，即马吼有一挂国家吼一直咧开发什么啊，核子弹有诶无，当当西西。啊，你若想介绍诶话，无要紧，我四国啊，好啊，啊四国我用核子弹甲你结啊，甲你弄啊，啊看你要甲我安怎样，啊来大家过来相比啊。但是咱毋是核子弹，咱是用台积电的晶片。这篇咱来甲听分嘛。这是一名啊，这个退休的这个贸易的生意人，叫做吴国栋啊。
这个吴国栋吼，这个、应该唔是吼，咱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上来上证人，只不过迄个国栋兄虽然差异拢咁样咁成啦吼，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什么。什麼世界台灣第一黨第一黨統的那個黨統對啦、你說南非政府日前要求我們駐南非代表處在十月底進行要由首都啦普勒托利亞搬去到、約翰尼斯堡啦，而且還在呛聲呢說沒參詳的空間、叫你搬叫你刷你就搬你就刷這樣啦，甚至一个呛声，如果你若唔甲我搬走的话啦，我要互你直接关掉恁台湾的代表处，安尼有硬无？重硬，有够硬啦！咱讲咧，随时段做出讲好，你若用这部怪招硬要叫阮台湾的代表处搬离开恁的首都的话，就对啦。那安尼，阮对袂起恁南非的晶片，阮就袂认袂啊，甲你动起来。无买，我去甲别人买，啊买去甲三买有吗？即马问题处理对，大家毋知影。听到南非政府，听到咱台湾政府安尼甲呛声尔，伊当我揪起来，讲好啦，我紧继续闹诶，我恁处理对答，咱继续听了就知影。南非政府当我要紧改变态度，讲啊，无要紧啦，迄个拄只哦，迄个安怎样？我拄安怎样？我一时错误啦！咱会当改变双方既有的官方的这个交通的管道、对话管道啦吼。优先含南方吼就未来双边的关系进行参详，免搬，是安怎样？我头前气压也恶恰恰，后手单变加呢，则强顺。伊头前气压也恶恰恰的原因是啥？听你讲讲，就是一寡非洲国家无啥趁食，无啥趁食吼，就拢吼去互这个中国手村里面，就讲伊要甲起啥啦，伊要甲帮助啥啦，用安尼吼，变成讲共提钱，提了后的时阵提着好讲提了，无听中国话袂使安尼啦。但是咱今仔日咱台湾是安怎样？有本钱人还没输赢，最主要就是因为好路的汽车、通用的汽车、福斯 VW 的汽车、面卤的汽车、BMW 的汽车、宏达的汽车，咪宏达吼，是迄个头台的汽车，包括日产的汽车、五十铃的汽车，包括韩国现代的汽车，足侪汽车公司啦，拢伫南非有设厂。这些汽车公司都要用到我们台湾台积电的晶片，说一年吼，这的汽车说只这样一年差不多生产五六十万台，其中有六十多趴是外国吼销售出去的就对了啦，譬如说吼面卤的300cc 的就对了，就都做外销，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这个塞面卤的都是南非出厂的吼，所有的业者呢，拢爱靠着汽车专用的晶片，就是咱台湾台积电的晶片。咱讲呢，台湾突然间大使出怪招，讲你若要叫我搬，我晶片就袂用袂灵啦。看你要安怎样啊，无大家来小数，无要安怎樣？竟然煞大吼去拍着这个南非的要害啦！大惊者讲好啦，我紧，唔免煞，这些汽车业者呢？迄当时一个听着讲台湾吼，即个晶片要禁卖对南非去的时阵，大家就听说讲是啊，你即卖南非是安那？阮底下说只互恁南非人比较头路人做呢，互恁底下有薪水人领，会当互饲活吼，偌济家庭。你即卖含台湾底下咧变面有诶无诶？人晶片卖入来，阮工厂要怎开啊？无开恁是要来食头路安尼就对啦。都啊要紧就对啦，甲即、這个所谓南非政府欢迎。而且南非国内嘛引起了一阵的惊吓甲争议啦，当地媒体就三则报道啊啦，讲吼南非因内底的政党啦、政治人物就对啊，就要紧呼吁南非政府啦，讲咱照理讲应该是爱做一个主权的民主国家，咱袂当受着中国外部的压力来改变一寡有诶无安尼，就变民主国家啊，就对啦。咱台湾的台积电呢？真正不愧就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搁再一次来显示出吼保护台湾的实力。
进前都已经发生这道啊。进前发生这道是伫2021年，迄当时咱台湾登陆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啦。啊，要紧要甲德国吼，买翠安嘛，买了歹势讲唔对吼，买乌龙虾啦。结果买乌龙虾，照你讲的，我得开钱，因为恁都是咧生产物件，我得开钱甲你买安尼，金买万买安尼，娘娘嘛。殊不知，迄当时中国使一个怪招啦，讲伫因中国上海讲有一间即个啥物碗糕公司、制药公司啦。咱家那边买来经过一间。对，讲甲亚洲的啥物有诶无？毋是亚洲来伫台湾属于因中国个啦。你那边买来经过阮啦，无你台湾你无在叫人去买啦。德国袂瘾袂难。德国迄当时嘛袂瘾袂难，安尼甲咱刁难就对啊啦。结果后手就对啊啦，讲好，恁德国毋买吗？啊，那安尼话就对啊啦，阮台湾诶，这个台积电诶晶片嘛，无爱卖去恁德国诶。啊，无卖，无来来讲啊。别家德国无法度讲话，啊，你若无卖对阮德国来，阮家德国诶，遮一寡吼，什么 BNW 诶，什么一寡吼，我免做，大无法度。迄当时诶，德国政府大未瘾吼，未瘾插这个啥，中国诶，这个咱拄仔咧讲，这个经专门控制咱台湾诶，这个。迄、那个啥物？迄个乌龙虾，即个就对啦。讲无阿多，阮无阿多听恁的话，武汉嘛是要迄个卖予台湾。啊，就简单讲，咱就是用人民币下面换迄个啥，迄、那个所谓的乌龙虾啦。全世界车厂拢被逼停起来，为了对啊啦，恁是无阿多人生产的台积电的车用的晶片第一道来发挥着护国的神功，就是伫德国这一道。这显示着咱的外交部，包括经济部收集了吼，真完整分析了吼，真精准。咱台湾人应该爱来甲俄罗斯甲拍一个破坏。非洲即卖国家就对啦，非洲个各国哦，唔是干呐南非一公了哦。非洲各国就对啦，最近听你讲讲有够侪国家拢债务啊，即、这个啊债务不足就对啦。啊，所以拢真靠中国用钱去甲人援助，啊，对中国呢，会当讲吼有求必应啊。煞地输着台湾遭受着不同的歧视，2017年奈及利亚政府嘛，必然国吼驻奈及利亚的代表处了对啊，需要对首都的阿布贾遣煞去到吼拉各斯啦。因为吼咱国无谈判的本钱，只好团委屈来接受啦。但是对等要求奈及利亚，你伫台湾的办事处，我那对台北甲我搬去台北关啊，那个东西台北关嘛，台北市甲搬去台北关。台湾伫这个经济表现、甲民主的地理的评比啦，伫世界当讲前20名呢。但是南非啦、非洲啦、非洲吼所遭受到的待遇，会当讲吼。拢是吼啊，即、这个啊，龙我咱有够侪，有够侪200多名，以外国家呢，啊，这原因唔免讲，同人知影。咱驻即个非洲的外交经贸人员感受上介深啊，深刻啦。但是因即群人对南非这个国家安尼，甲咱糟蹋了对啊，咱嘛无感觉见笑不卑不亢了对啊啦，无骄傲啊嘛，无感觉讲吉安啦吼，那落在安尼无需要。同款维持着咱国应该有的尊严，当地乌人啦、啊，包括印度啦、啊，包括黎巴嫩的生理人就对啦，其实拢非常了解嘛，当前咱台湾的处境。啊，对着来台湾做生理的非洲的生理人，照你讲，咱台湾人应该爱伸出友谊的双手，甲斗三工。非洲距离台湾是吼天差咧地远啦、啊，含咱国的经贸关系嘛无啥密切呢。伊地输着南非要求咱国吼刷关的事件，伫台湾，无引起着即个啊咱台湾人足够的注意甲重视，但是这显示对台湾有野心的国家，一直拢出手要来孤立咱台湾，咱台湾人一定爱记住心肝头，就是中国。啊，我就想拢无咧。这个中国这个本色国家，我今仔日我伫南非，我实在不是代表处嘛，就是一般做生意的迄个联络的所在安尼尔嘛，什么台北经济事务所啦、办事处，差不多是安尼尔嘛。啊，安尼尔，你啊，你啊，你甲我逼讲，你袂当伫首都啊？是啊，就甲你讲，伊都无所不知大的啊，对唔对吼？
今仔日好啦，啊，我对你，我收刀搬走，我卖咧，我卖去南收刀啦，垦边啊。啊，是到中国敢会讲啊啦？讲啊，虽然你是垦边啊，但是迄个所在以后嘛是会发展，会搞错。啊，咱若听话，像我一讲讲，我刷咧，我再搬搬来搬去。啊，这样无啊，所以好加载啦。咱有晶片，反而含伊输赢了对。不哩个，咱这个晶片的优势吼，我那爱做细里啦。因为每一人是嘛，尤其是这个做中国个，中国上进办法吼。伫咧这个晶片顶面要有突破嘛，但是伊技术无够。是。啊，所以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用三倍的薪水啦，在乌咱台湾的这种二三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工程师啦，用三倍的薪水咧哦。啊，听讲未少台湾的干部已经过一遍是。哦，三倍的薪水太迷人了，伊咧讲。啊，所以讲未少这个二台湾的人，啊，这过了是不是搁中年就较早容易一些？咱迄阵咧做这个做农业改下迄个改良啦，啊鱼啊啥贵啊，技术拢大波波贵安尼，会发生也未唔知影。但是日本吼、去拆开掉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啊吼，华为安怎是死中国来？中国的。啊，日本啊拆了发现着一个惊人的问题，就是讲，这手机啊内底竟然有台积电的物件在内面，对不对？啊，华为是去美国甲宣告禁止，未使搁再出口给因的。啊，台积电。是啊，那些物件走的，啊，即马美国靠台积电经过了，对啦，讲你未使卖这个物件，吼，这个华为了，对啦，吼，啊，但是人外国人咧讲讲，其实华为伊有哪足想要取代台积电，主要咱来叫取代起的时阵，咱台湾这个红国新山就倒得倒啊咧，对啊，就倒啊咧，咱来吃那啦咧，吼，啊，所以吼，即马这个美国家即马已经注意到这个代志啊，讲奇怪呢，恁这台湾还在记啊，在台湾哦，一讲到你又使中国威胁打压咧糟蹋，啊，结果恁台湾不时就开嘴合嘴，就讲要交流，啊，不时开嘴合嘴就要做生意，啊，就要创啥货，啊，所以外国人咧讲，啊，你台湾甲中国有啦，政治人拢讲一边一国，这是无唔对啦，哦，啊，讲到到底就是讲空中保台嘛，是，啊，但是事实上恁内面一寡物件外国禁止，你嘛是讲我拢未对中国去咧用啊。讲面对啊，我对头壳是咧上山，我就嘛唔知影咧。咱台湾这政治人，敢会恁结婚咧啊？啊，恁一方面讲迄个气甲咧死，啊，另外一方面一寡机密咧啥物啊，去拼命互伊过。啊，咧，我有当时啊，就看到这个，看到那，真正咱头壳拢想无了，对。咱今仔日若撞到这个派出所，讲罗马出边，特别叫伊安排，咱有这种高科技的物件，还是啥种种，你够可能会卖伊嘛？是，哦，对不对？啊，而且呢，啊，你唔能当作讲台积电啦，吼，还是什么联华啦，是什么种种，那是输的。黑龙江在咱政府提偌济钱去改造啥干？对啊，对啊，啊，政府靠钱啊，但是印度都通货膨胀，但是印度通货膨胀，那贵的在市场看，那个咪提人民的税金都去给人补助的吗？对不对？你看特别哪里欠水的时阵，有无吼？农民先停经啊，哦，农民就先停经，停经为什么就免卖啊？停经啊，你叫做休经啊，我农民拢先停下，你卖用水，啊，即卖来着，这旱民先用水，但是呢，对这种所谓半导体啦，个科技的这個，那水吼，伊咧应用够快多啦，拼命安尼，一定爱降水吼，伊去用啊，当然这对啦，我这对用啊，咱就靠因这个。这个晶片啊，是什么种种半导体、这个，咧凸显台湾的重要性啊，吼，所以这个那是保护台湾哦，虽然是拢赞成，但是咱较会把迄种机密的物件去卖去中国，我就真正想拢无啊，啊，佮感觉外国人发现到的，这是安那懂的，嘛，这是安那卖去的吼，咱嘛唔知影啦，但是我感觉。这个局势吼，咱若无多人去预料未来的走向是安那啦，搞不好有可能，中国强威忽然间有一天一段啊想开段啊讲啊无安尼好啦，互恁台湾家己自由去发展啦，啊恁去统一，嘛恁去独立一个国家呢啦，啊，这不是天马行空家己乌白想的，这嘛有理由呢，伊如果若有这个北断，要互咱台湾安尼。安尼落去吼，成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因对因是好处呢。因为咱较早讲过啊嘛，咱含话语的通嘛，文化的通嘛，人情个通嘛，所以有可能那伊那对咱好的话，咱的心就偏向对中国去啊。无可能再偏向对日本，那是偏向对这个上面所谓的美国去。啊，咱的心呐偏向对
中国遐去的话，对啊，因咱唔可能咪啦，还咪做啥物军事交流啦、军事合作有诶无？那个无，那无找美国还是找中国安尼？嗯，他们个有可能叫美国拍啊，我无可能，即咱拢歹讲啦，无会。这以后的局势，你安那边拢唔知影啦。但是优势吼，伊永远袂，永远的优势啦。诶、欸，我那边也用嘛，也挂啦吼。啊，所以咱家己在即个物件，咱爱尽量要注意一下安尼啦。来啦，那个看曹新成吼，在我那真久也无听到伊的消息吼。曹新成昨开了记者会，做个笑。这个市长会啊，吼，这个台办呐，顶个月讲甲这个叫做联电台的前董事长吼。伊叫曹新成，我算退休啊嘛，吼、啊，啊，就甲连连这个前当属叫做曹新成啊，甲列做这个做台独的顽固分子安尼啦，啊，而且呢，中国这边才呛声讲这是忠心的哦，是，你若是叫我列做台独的顽固分子，就忠心的吼、哦嗯。曹新成知影了后呢，昨也召开一场国际记者会啦，宣布讲委请律师啦，要来到咱这个做法院啊，台北地方法院。要提告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啦，加迄个发言人叫做陈炳华，那就对啦吼。要严控告安那，控告伊违反着咱国的刑法，内底的恐吓、恐吓安全罪啦，是哦，恐吓罪就对吼。啊，律师戴文良咧讲讲，那是这两个市长国家时到检方传，你那是无要出庭的话呢？嗯会当甲你做统计的，是啊，这个是曹先生这部袂歹。嗯，较早叫点着名做台独顽固分子，大拢想讲好啊，真好啊，这等于一个心单嘛。嗯，我认证讲我家里无关系，我是一个台独的吼台派啊咧。啊，曹先生哦，这个当然一方面等于甲对肯定讲，你甲中国已经完全并联啊了，对啦。哦，啊，你即马算起来算台独的顽固分子，但曹先生伊又加做一般人的动作，加做强。我甲你过，我甲你过，你要甲我过，我买单。哎、啊，对，无你要了我嘛，啊，我来甲你过，啊，我来甲你过安那，过讲你违反阮的法令嘛。嗯、啊，当好，即马甲你过了了后，咱的检方时间一定爱收完嘛。是，啊，收完了就爱传伊过的遐人来问啊。嗯，我都拄则讲，迄、那个宋涛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啦。是。哎，就甲传嘛，传来问话嘛，遐讲啊，你谁那要甲曹新成吓惊呢？谁、那要用这个什么有诶无诶吼？啊，迄、那个发言人叫陈炳华，即、這个我那赶快拢过。啊，你若是无去应付外公啊，咱的法医若甲因传，因无可能会来啊。靠，可能、啊。对啦，绝对无可能来嘛。啊，既然若是绝对无可能来，状况之下，咧，咱的法医就要按照咱的司法体系讲，我叫，我来甲你扶提。啊，若无多扶提，我来甲你通知。是，啊，无通知，这报袂来啦，吼、哦。所以你先说安尼吼，互伊这个，这中国的官员有无吼？互、哦、台湾通知看卖啊。当然，听着因会笑啦，拢笑死人。啊！无你有在家未来中国掠，但是我跟你讲，即卖是我咧跟你通知的，是，哦，我咧跟你通知的哈。中国用迄波就对啦、嗯，对来讲是不利啦。啊、嗯，因为咱台湾人都是未来，都是无咱要过啊。嗯，啊，当然有一寡迄、那个，都迄、那个，迄、那个较落在性的，无差嘛，无差因就过。反正我的落在啊，我的落在，我的过你中国，我的做落在、嗯，我的。听恁的迄、那个、迄、那个话，底下咧习惯啊，你叫我安怎做，我就安怎做。嗯嗯，这种人无啥，但是一般正常人会袂，无可能会想要去中国嘛。啊、嗯，我要去遐做生意啦，要去遐读书，要去创啥物货旅游的无诶。嗯，对中国嘛无好处、啊。Yeah. 啊，你中国你愈来愈阿爸的话，世界各国的人唔去的，唔定咱台湾尔咧。嗯。日本啊，世界各国民主国家是讲哇，你拢欧白入国啦、啊嗯，啊要讲你啊，啊重新拢适用。啊，甚至个对因厝个人要共安怎样啊？啊，你含一个土有啥物差别啊？自然、历练、时间一个久，人会愈来愈无爱。即马唔是外商，唔是台商要走离开中国。即马从中国下起了做啥个中商啊？中商，中国家己个生意也在咧闹跑啊啦。包括你有钱人嘛？有钱人早着拢一个想办法，钱拢拼拼出去，赶紧退出去，安尼就对啦吼。好啦，还是咧报这报几波啊？中国还未倒啊，对不对？吼，啊，就无倒，未倒是未倒。这个曹新成过，这个就是强辉啊，国台办那两个官员吼，一个是主任嘛，啊，一个发言人吼，啊嘛引发一个问题。这曾经啊，担任过检察官啊，捌做过法官啦，即马改过做律师，这姓卢了对啦吼，伊咧讲吼，讲曹新成过因两个绝对无问题，是原因是安怎？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啊，台湾甲中国共属一中啊，
听下讲啊，这就是我咧讲嘅。啊，你干那干，一边咧讲一边，一边一边一讲，啊，你咧我就唔敢动伊啊，我嘛。我啊，这个法官出来，这个这位检察官甲法官诶，即马做律师咧讲讲，啊，中华民国拥有诶，这个这三个土地啊。当然包括到中国迄个所在就对啦吼，所以人伫台湾诶曹新成当然会使对人伫中国诶宋涛甲陈炳华两个人甲提过啊，是绝对会使吼啊，而且这是无问题就对，所以后壁播出古来到底咱听众朋友，政治人讲咱早就已经主权独立国家，唔免搁再宣布台独。啊，既然安尼，你的领土敢袂好啊？你的领土乱七八糟，你敢知影？哦，对不对？哈、哦，啊，你讲咱不是一中，啊，你家己兴话咧，这是一中啊。哦，所以这家确实人啊，哈、哦，来哟，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好来。来，听众朋友，咱如果那是讲长期啊，拢食外口面，还是吼、哦、比较较爱食重咸、重油的食物的人，咱家己的身体都爱比较较注意哦。尤其是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一定爱重视、爱保养。而且呢，啊，咱要为咱介绍吼、哦、一味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的喜乐清，给咱大家。喜乐清呢，伊是一味专门保护咱的心脑血管的产品。加拿大尾巴药厂啊，所来制作的喜乐清，咱即马有新配方，互咱的保护，互咱的保护心脑血管的功能搁再升级。当然，这个新配方内底有增加两味啦，啊，这其中一味呢，就是吼、哦、柑橘、黄酮，另外一味。就是大蒜精，咱咧讲讲蒜头啦吼，蒜头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精啦，一个有原本的有的鱼油、磷虾油，一个有甘蔗辣的萃取物、维生素 E、大豆油。啊，当然这几项咱吼啊，做一个简单，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吼。伊内底最主要对咱的帮助有啥物呢？咱首先甲咱介绍，就是讲啊，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诶喜乐清新配方诶其中一项，就是柑橘黄酮。柑橘黄酮这个物件呢，伊当然就是抗氧化作用，伊买当保护咱心脏健康诶好处，会当提高咱好诶胆固醇啊，降低歹诶胆固醇，买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吼、哦，这是吼、哦、新配方诶其中一项。另外其中第二项新配方，这是吼、哦、蒜头精、大蒜精啊。咱这个蒜头精呢，伊原来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买当片面的血管呢受到自由基氧化的伤害啦吼，伊会当啊来预防吼血管要脱掉的形成，包括预防血管去脱掉的，另外买当预防啊咱的血管壁的疾病，这是吼、哦、咱的新配方。啊，其他呢，就是原本就有的配方呢，其中一味就是鱼油。咱的鱼油是西班牙高浓度的鱼油，来自环保上较严格的国家加拿大，纯净零污染、高纯度、无毒的检验啦，是吼、哦、咱心血管上好保护、上好的物件，伊会当维持着咱的血管的健康，降低三酸甘油脂。来减少着心血管吼疾病的因子增加，另外就是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吼，咱是利用吼低温呐啊萃出专利的技术所来萃出出来。咱吼这个磷虾油，伊买当降低咱歹的胆固醇，提升着咱好的胆固醇，包括降低这个三酸甘油脂对个啦，改善咱血管壁的细胞啦吼。当然有效降低血管的心血管的风险，买当改善咱整体的心脏的健康。好、哦，以上吼、哦、这咱简单报告。啊，另外个有呢，就是甘蔗辣的萃取物。这个甘蔗辣的萃取物呢，伊本来就有效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当然伊买当增加好胆固醇呢。同时间也当降低血压，买当降低血糖啊。另外就是维生素 E。听众朋友，维生素 E 最爱注意哦。咱吃着维生素 E， 真侪是拢啥合成的？
但是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喜乐清，咱的维生素 E 吼是纯天然，用小麦啊去甲制作出来，唔是合成的。维生素 E 也当减少堆积吼啊，累积伫咱肝脏内底的机能，保护肝脏的黏膜，会当预防肝癌的可能发生啊。维生素 E 呢，伊嘛是一种吼啊，会当吼改善咱吼啊，即、這个静脉曲张对的急性症啦、心肌梗塞啦，包括脑中风，拢有做过临床的实验过啊。维生素 E 呢，更加是对咱的妇女朋友更加重要。咱的妇女朋友这段你个斟酌听一下吼。咱若经年期到呢，荷尔蒙降低会来致使着诸如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啦。啊，当然就出现咱的疲劳啦、夜懒啦，安尼吼，发热啦、发烧啦、病欠肝啦，啊，你心肝头安尼皮破菜啦、头壳晕、头壳晕啦、失眠啦，吼、哦、失眠吼、哦，啊，咱维生素 E 一个我都能发挥吼调整的功能功效，和咱卡尾的这个末梢神经的血管会当扩张，和伊老头会当顺舒，促进咱血液的循环，降低咱经年期的困扰。另外维生素 E 也当防止着吼，咱老人老人斑的出现，会和咱的皮肤会白、更生、金骨就对了啦吼。当然有一个朋友有可能伊会认为讲吼，啊，这个心脑血管吼，啊，这个血管啊、血液的问题，可能是针对吼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了。听众朋友唔是安尼哦，当然大家知影吼，你那血液老透未顺舒，血管壁一卡掉，一劈开。那伫头壳就中风嘛，啊无那塌伫心脏，咱就讲心肌梗塞，唔定是两项尔。血液老透未顺舒，血管壁无够健康，原来造成着咱的腰椎出问题，就是心衰竭、腰椎衰竭，包括咱的脚的末梢神经，血液那叫塌掉的，原来会神经病一变，和咱走路产生了绊脚，走路也不方便哦。另外肝脏嘛是肝脏。你那吼啊，去伤着肝脏这个部分，有可能会脂肪肝，还是肝炎，包括目睭。咱目睭底内底有足侪迄个微细管，有足细条血管，咱的血液若无够健康，脑头若无够顺舒，目睭就可能对白害了。听众朋友，咱血管壁如果若出问题，唔是干那头壳甲心脏俩，包括腰椎、脚、肝脏、目睭，拢会对出问题。啊，这以上是咱加拿大吼尾巴药厂制作新配方的喜乐清，咱的原料纯净零污染制作的新配方喜乐清。中国民付费计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好嘞，感谢啦！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直播，阿白时间咱就来开通可以的电话啦吼。无所不谈啦，啊，大家开讲破刀啦，吼，啊，咱的电话呢，这是26994956，吼，26994956，但咱们电话话无头，比如哪位卡呢，咱就麻烦加一个06就对啦，吼，啊，咱这里的这电话啦，卡通呢，收音机卡叫我无声，啊，咱尽量讲话卡大白一下呢，吼，啊，来，感谢哈，26994956，但咱们电话话无头加06，吼，来，感谢。你好，嘿，喂，阿先啊，是你好，这是贵大哥啦吼，啊，你单位好，
小心啦、啊。哎，哎，关了。感謝您的歌咧，好好好，現在收著啦，是是是，哦，再是啊，有量還是叫歌，嘿嘿，啊，不過我咧講世界名曲，世界名曲啦，啊，我是當年咧，是廣播界不是當年咧，係兩個播音員，哦，好好好，有有有，嗯，啊。啊，关阿兄啊，哎，老钟大哥，哦，搭配车了，一生有望。好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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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啊，是。阿瓜叔，啊啊，总之，嗯嗯，可能拢钟大哥做的关。哎，这哎，哦，是。错做了，一时之后，嗯。你公布改善公司过一句的几条话，嗯，有有有，是是，感谢啊，还有朋友小心啊，嘿，我其他人哦，嘿，这个在讲笑，我是群众哦，嘿，啊，今年咧，我是我啊，请新闻时阵，是，我讲咧几条话，哦，对上，啊，问下。老师，我唱的是妈妈，我也形容听。哦，妈妈，我也形容听啦吼。啊，咁我哋再要听啦吼。我来利用，再会再会再吼。好，好，安尼好，来下起来哈。是，安尼好，感谢，感谢，好，谢谢，好，谢谢，感谢，来下起来哈，大安排。嗯嗯，好，好。哎，哎，哎呀，哎，你好，你好，我龙少没讲哦，哎，来，你讲，但是嘛，头先我讲，头先上次才是，嗯，当初那三十分钟，你电话讲啦，解决容易啦，啊，结果伊就不相信台湾人，干嘛要去啊？哦，市场遮宽，啊，要去投资，可能伊嘛讲，可能我了叫我了，因为我了错晒啦，嗯，现在在家里家里，比较，比较讲。迄毋是咱经营的所在，今仔只讲我是我要在当文书，今仔当初人讲时间正平，阿强我来讲在该帮助咧，伊今仔袂讲即句话，放弃吧，袂讲即句啦，啊，真要命，我做无去的，三四十年前咧，我做无去拢好，既然再再去，我遐讲好有金无本，你阿都算江苏在上，结果了白白做转来，哦，啊，我讲一点吼。就做你讲高粱这啦，鱼翅这啦，这样子做这啦，十万块就十万块呢。我们世间无遐好啦，啊，正漂亮，怎么讲？你若寄进去的，即马一百万有这啦，一千四百三十八尔啦。啊，你十万块就每个十万有十万块呢。啊，你寄卖鱼啊人，你讲无你寄，无去问人，银行问看嘛嘞，这么进去一个月偌济啦，偌少呢？有十万块一万，这种错甲三十万年前，迄方言同款就对啦。是，方言方言，晓得嘛？遐遐遐老啊，都叫骗的。嗯，同款啦吼。但我人啊，中央我到啦，头啊上青啦，无叫骗啦。是啦，好，谢谢，谢谢。哎，听阿哥，又你好。来来来来来。你拄在咧讲迄个齐美凤甲柯文哲有无？哎，正啊，你下回招跳阿久啊？嗯。迄一个女生，你安尼讲安尼，安尼接蒙者，接蒙者，啊，人心有期待，坐落去吼，迄拢做开，再画停止，人是咪会变面？当然啦，对啊，啊是安怎？迄阵我这个代志，怎么在咧讲？啊，当时都有改良很好伊啊，迄阵可能无感觉嘛，即嘛国安会秘书副秘书长啊，啊，即嘛人家伊看秘书长要对比啊。哎，你讲来啊，人过去拢做开，你再再画停止哦，啊是安怎哦？哎，这波就做歹在嘞。好啦，好。哦，对对对，好，来，哎，主持人好，哎，来了，卡宝虾姐，两位主持人是吧？哎，卡仔，哎，咱正团有两个做名的人，今晚买一个正团啦，那个高金做名加一个李龙元。哦，迄阵啊，就是去压力压力上坡，就股票做上坡，我都跟着你讲什么解语化这种情节，我。我是这样来讲啊，咱台湾哦。去甲阿强啊吼，杨安你家庭环境啊，啊唔过看着就死吼，看他大家拢笑起。嗯，啊我想啊，唔过吼，这种代志吼，
真正袂用去怪查某安怎？你有的人是用柯文哲要求有利嘛？哦，算讲我迄阵啊有要拜托柯文哲甲我做生意，也是安怎啊？讲啊，你看到你市场你有迄个关系，我就唔敢得罪你。这种足侪原因的，啊，上应该指责的就是低个性的这嘛。嗯。这讲就较白啊！较早电影咧播迄个什么军阀，迄就是拢看这种型的啊。嗯。啊，就是安尼就好啊！啊，唔过方看到这个新闻，我看起来讲不一定伊的信用价，大家就是讲足紧，讲外当外当求客安尼，嗯，安尼俩啊，是的，是，嗯，有你好，嗯，哎你好，喂，阿江老爷，好，哎，你好，哎，他对我咧讲曲美凤，哎，这个名都姓咧，都姓吼，这个名较早了，因光碟，光碟变的一个，哟哟，哎呀，我刚刚都就按较早，然后经过什么，往那桃色事件哦，啊，就现在光碟啊，现在光碟，那叫那个时报做刊发封的啊，哦，他是个阿是。伊迄个伊家己诶，还是含有甲含人？伊来含男朋友啦，啊对啊，诶男朋友，诶男朋友啦。但是伊咧敢那嘛有某诶啊？对啦，啊迄个时阵嘛，甲蔡林根咧搞啊，老公这个是很能干的女人，你咧？哟，啊是噶，哈哈哈哈哈，起码都有一出头。有啦有啦有啦，啊顺便出来加减敲我镜头者。哈哈哈哈哈，干嘛社会啊？啊，五十八。今年58岁，哦，安尼哦，是是，哟，好啦，安尼，从前往事，来来来，一出来咱两个上掉一个光碟啊，哎，哎，谢老林哈，我看今天这个所谓的桃色风波哈，也不过是一件狗咬狗的满嘴毛的事，对不对？他还没有多圣经啦，对啦，啊，那个也不正派啦，嗯，不要啦，两个是。搞混打，卖血这差不多差不多啦。嗯、所以我看到他在他讲这个事，我觉得，我们就看笑话。对、嗯、来看笑话呢。对啊。今那个柯文哲脑酸掉的总统阿姨的国安会副秘书又脑走了，我的天，今那个不记得吧？不得了，哎呀，这个哪叫性骚扰？你看我好喜欢哦，对不对？没，哎，这个那个是享受。嗯。对不对？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做这个问题，咱来去想来讲，这个人曾经做统促部的发言人，啊，郭文韬近年都会想要用这个做国安会副秘书长，你看，这郭文韬这有乱七八糟无？这哎呦，这以前什么牌啊？什么头像啊？有有有！我去中国用叶克膜取人家活塞器官，也是、也是可能的，要不然葛特曼干嘛来台湾？哎、我葛特曼已经嘛是现在被他搞死的人在报应他。嗯还有，我觉得说他们不是说他那个市长是有一个秘密通道，嗯嗯，钱都直接从那边上去，嗯，那那个是秘密通关的地方，是不是变成是非之地？嗯，我干嘛还干没塞个牢哎？嗯，对，照理讲干没塞个牢掉，对啊，是不是每一任市长会不会又想要东搞西搞，又利用这个关这个密道来搞东搞西的？嗯这样，所以我跟他们既然已经事情已经出来了，那个应该把它封掉了，嗯、不要再用了。嗯，好，好，感谢哈、啊。这个郭文清，这个人实在是，咱讲实在嘛，是一个机智啦。哎呀，你个看医生的一个刮动了的时阵，我去医生苦病人，你看我呢？哎、欸，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想，遐我去伊身躯边的人，敢真正要出来替、替台湾这个社会、这个政治做行过？我感觉无一定是安尼，因为伊忽然间吼，大堆无，大变乌起来。嗯，大家嘛三十咩，三十咩钱啊？你看大家提到什么叫碗哥主任啦、秘书长啦，有诶无诶，即部咧会议，谁讲当诶都官人做啊？你爱到诶，迄偌济政治人物要去占甲一块党内底主任啦、什么秘书长有诶无？迄是爱付出偌济代价呢？爱付出偌济时间、心力、教堂啊，得着迄呢？毋是官当。一个新任名，你个看王总是怪，你上面咧，上面咧呆呆秘鲁啦，上面咧啊，上面咧记者的上面秘鲁会无当在这拢发到伊啊，个拢家己话伊。啊，来继续接电话来，你好，嘿，好来哦，主持人您好，你好，你好，啊，今仔开 FB 无迄落，诶、我有开呢。哦，今仔网络拢怪，今仔网络，哎，安尼我唔开这唔是无效，啊我遮拢有开呢。啊，有开，不过我手机啊开。啊！安尼，我讲只，今仔我来上，今仔网络问题啦。今仔我来上班的时阵，公我伫健康上班。哦，我今仔来上班的时阵，公司就咧交代讲，
FB 派呀，应该是我同连线，不过我甲开了个连线起来啊，我即马那个正常啊，我想冒出嚟啊，啊你试袂到哦。我都起无啊！啊，安尼哦，安尼今仔开也无，顶是白开咧。白开。我都公司安尼，啊个声音冇弄出来啊。啊，今仔日我手头是台这台电脑嘛，拢一直断电，一直断电。根本是风太关系啊，知影。冇不生。安尼无，恁个看麦注意看麦。好，你当你伫永康咧上班就对个啦。我伫永康交流道他家咧上班啦。哦啊啊！你住我住安南区啊。哦，你安南区哦，安南区你住对啊。我在十二点，我在十二点，我你从十二点爱去到永康上班啊？你哦，今天你啊，伊个即马都有十分钟，三四十分钟咧哦。系啊，喺华丰咧，十二点到永康华丰咧。系啊，诶，你个注意一下，今日上到下咧。OK， 来一点，好，多谢。好来，好，就定位就出到这个所在啦，时间的关系，歹势啦，因为今仔日我即只电脑一时。系，你无开，你即马讲咧，你咪听无。对不对？我有开心的，很健康的。啊，来，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佮包括着风台外围分系影响，所以全台湾各地啊，大概拢总加加减减啦，吼，小雨大雨拢总有了，对啦。啊，这个山区呢，气象署是甲咱讲讲，注意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机会安尼吼。这真正是真罕得看到吼，即卖已经十一月份啦吼。讲近年啊，伫咱台湾的南平遐，安尼风台讲摆咧伫遐咧行咧，这真正唔捌看过吼。安即摆讲爱特别注意的是啥？就是一只兔啊，兔啊，系一只玉兔吼，天兔，哎呀，天兔啊，这天，它系叫做天兔啊，啊，这天兔吼，听讲七件八件汹涌的，都对台湾的南部怎啊切过来呢啊吼？下礼无人知，啊，但是咱就是做好准备，啊，佫再来就是温度，哦，参照今仔日南部这个所在吼，哎，就感觉天气的这个温度降上些，开始凉凉啊，哎，开始咧凉凉啊，吼，大家拢爱较注意一下，是，来，另外就是去了曲美凤吼，含柯文哲吼，甲这个柯文哲崩了，而且个性骚了吼，未来是不是个人会跳出来呗吼？还是啊？咱就来家看未来安怎办？嗯，我唔相信一个呢。嗯，来好，明仔再可能再会。再会，拜拜。